OK，那我又 OK，那 OK，那刚刚那边的都整理好了，那我们就顺便的把我们的桌上也 OK，那 OK，那刚刚那边的地方都整理好了，那我们就顺便整理一下我们桌子抽屉的部分跟我们桌上的东西，就电脑桌的部分啦。你看，超多胶带，我都没有发觉我有这么多的大力胶带。你看。有这种比较不粘的大力胶带，然后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用 3M 这种超级无敌粘的大力胶带，就拿来粘什么电线啊，就是一小片就够了，不用像这个整条电线这样子粘，这样就是粘一点点，甚至可以粘灯之类的，或者是粘一些电池啊比较重的东西，这都可以办到。你看，超多胶带，这就是摄影师的房间啦，就。很多很神奇的东西。